双剑是武术传统双器械之一，是在单剑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。双剑的尺寸比单剑小，其重量也比单剑略轻，剑柄一侧呈扁平状，双剑套路编排合理，动作内容丰富，技法清晰，起伏旋转跳跃连贯流畅，难易适中，可以充分提高身体的灵敏性，增强心肺功能，使人体上下左右内外和谐统一。练习时，习练者左右手各持一剑，通过肢体与器械协调配合，让灵活多变的剑法与柔和舒展的身法完美融合，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武术界的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教师，我叫杨慧。上合组织武术训练营网络课堂传统项目双剑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今天我们将从双剑套路的技术动作、动作规格、技击方法以及其演练的风格特点，全面重点的为大家做一个课程讲解，希望我们一起共同进步。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第二段的内容。下面为大家介绍双剑第二段内容的第一个组合，下面先看示范。好，走。那么这个动作呢叫左右撩剑，在撩的过程中间要注意手臂和剑要成直线，还有一点呢就注意在撩的过程中间要走立圆贴身，最后并步下截剑。好的，这个动作呢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。第二个动作是左右挂剑接穿挂剑，请看示范。走。那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，第一，左右挂剑的时候像这样两个剑要贴身，在做穿挂剑的时候这个剑也要贴身，走立圆，剑要走立圆到这。好的，第二个动作已经介绍完毕。第一组的第三个动作是翻腰挂剑，先看一下示范。走。那么这个动作在翻腰的过程中间，首先要保持身体和剑成一条线，在翻转的过程中间要做立圆，像这样让两个剑紧贴身体两侧。好的，第三个动作就介绍完了。第一节动作，左右撩剑，左右挂剑接转身穿挂剑，翻腰挂剑，动作重点及难点。左右撩剑动作连贯流畅，勿离身体太远，翻腰转身路线要直，挂剑与穿挂剑贴身走立圆，身械协调配合。
双剑第二段第二个组合，先给大家示范一下。那么这个组合呢，也是有三个动作组成的。第一个呢是撤步，撤步挂剑。在撤步挂剑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左右挂剑的时候，剑要贴近身体，不要离身体太远。第二个动作呢是歇步穿剑，把剑放平，哎，歇步蹲下。第三的时候呢，起身在头上云剑，劈剑，左手呢架在头顶上方，右手劈剑与肩同高。好的，第二组动作为大家介绍完毕。第二节动作，撤步挂剑，歇步穿剑，起身云剑，劈剑。动作重点及难点：穿剑时，剑身下压，从腋下向后方穿出；劈剑时，剑身与手臂成一条线直线，力达剑刃。练习时，上下协调，动作连贯，快速完成。双剑第二段的第三个组合动作，先看一下示范。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那么这组动作呢，也是由三个小动作构成。第一个动作，跟我一起走，弧形步上步。二三四五，云剑刺剑，上步点剑，扫剑。第三个转身，弓步架刺，是由这三个动作组成的。那么在练的过程中间要注意，在云剑的时候，头上方剑不要离得太远。另外，在扫剑的时候，身体旋转的时候要保持它的重心。最后的动作。转身弓步架剑的时候，手臂要伸直，刺剑的手与你的肩同高，弓步呢膝盖不要超过脚尖。第三组动作介绍完毕。第三节动作，弧形步接云，刺点剑，转身扫剑，云剑，弓步架刺剑。动作重点及难点：弧形步步伐连贯轻盈，上下肢协调配合，转身动作保持平衡；扫剑动作以腰带动手臂，剑身平行运动，架剑与头顶上方，剑刃向上，剑身平放。武术训练营网络课堂双剑第二段的内容介绍完毕。
我们下次再见。